给你们推荐一款新疆一级的和田大枣，想吃枣就选和田大枣啊！咱家这款枣价位比较合适，一箱总共是三包，19.9块包到家的，平均一包是1斤左的啊。然后我们拆一袋，看看它里边的枣的品质。这款外包装的颜色我看行。掉了，看看这款枣的品质，嗯，好软啊！我超爱吃这种，嗯，里面特别软的，好，肉也很厚。这款枣也是肉大骨小。太软了，嗯，女人一天一定要保证3颗枣，营养美味，不管是直接吃开袋即食，或者是泡点水，或者泡水喝，这款枣比较合适啊，三包平均包500克1斤装，才19.9块，嗯，品质太好了。